我们学校的话是有很多这种兴趣班，知不知道？班这个孩子呢，兴趣班学的是武术嘛，学了一年，那人里面级别应该是大佬级别了。现在这是完全是他自己非常努力，然后自己喜欢练，对于体育这方面他非常喜欢。然后孩子非常喜欢，他停不下来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然后文化成绩也蛮好的，这孩子。